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 OK， 像我们玩游戏神魔之塔，那我们的弃天地终于出了，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弃天地的关卡。那因为关卡比较特殊，它有三个关卡，然后前面两个是指定队伍，所以它是没有卡片的，那第三个关卡才有卡片。好，然后第一集我已经不小心打掉了，所以我们先打看第二集剧情。可是我看过什么皮波拉系列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两个剧情在讲些什么。像第一个，是佛魔联手，就是耶稣跟风之痕那一场，然后带来这三角顶峰把建立要送回去那一场。哎，对，三角顶峰是送回去的吧？对，可是在神魔场好像不是。OK， 来，我们用这个队伍。哦，有点感冒，讲话一直咳嗽。但是这个队伍呢，我们用三角顶峰是没有办法打过去的。一夜出要长，他能在此观战，看得出一夜出以风之痕，只是抱着牺牲的觉悟。那不行，必须由我们三人接手，不能让他们奋战白费。哦，这边是在观战，他们两个一夜出跟风之痕对战齐天地的时候，这是如没说假话了。OK， 七和痕内的内层运动体提升了。OK，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？到底峰诀窍大限，将神之焰尽数化解。然而这只是虚招，真正接下来攻打的是神之手。龙秀冲上前挡下此招。哦，好，这个画面很经典。这个神之手打中龙秀的胸口，然后有特写龙秀的那个胸膛，然后刚好应该是不死之身，应该是嗜血者，所以没事。不是没事啊，就是没有挂，也是没有挂，只是刚好是嗜血者的体质。OK， 好，哎，好，好，水火木有了。
乱转，拜托要过啊！啊有有有，吓死我了！对那三教底风雨七点你激战之时，孤粮一把，基因传与三教底风，得知只有三世净土之光才能成功破魔。天为日，地为月，人为心。开天之招极光之势，三教底风三世同出，神之光华逆反而现，三道圣光同照七天地。却万没料到七天地竟能强忍神罚之痛，反击三教顶峰，三教顶峰因而受到重创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影片左下方的推荐按个订阅，也欢迎左下角的黄色小框框按个订阅。你欢迎到我粉丝页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